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桃竹新闻，带您一起来关心这个礼拜在桃园与新竹的地方大小事。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桃园站赛程在13号登场，路线是从桃园市政府出发，会行经桃园市区，走台66线往大溪复兴，前往位在脚板山的终点。桃园市长张善政一早前往参加开赛仪式，表示桃园非常重视自行车选手的养成跟培育，也预计选手们都可以好好发挥，享受比赛。时间一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自行车好手陆续出发，为今年的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桃园站拉开序幕。桃园站赛道包含了平地、海边与山上，是极富挑战也相当多元的一站赛事，也让桃园风光尽收眼底。从我们市政府出发以后，会走台61，然后转台66，再走省道到脚板山。这里面有三种特色，第一种特色就是台61是沿着我们的海岸。那么海岸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很多生态景观，各种这种灯塔等等的，所以他们在骑海岸沿线的时候，也可以体会到桃园海岸的美。第二段主要的路段就是我们台66的快速道路，这一段是展现他们飙速体力的这个机会。最后一段就是要从我们66的尾巴大溪一直上到我们脚板山，这一段是山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浏览海岸风光的海岸的路线，到第二段是飙速的路线，第三段是考验体力登山的路线，展现桃园的多元，也让我们选手有充分发挥特色的机会。桃园市也积极推广自行车活动，市长张善政也以上礼拜他参加的后厝国小自行车环岛活动为例子，希望从活动中激发学子们的热情，进一步从基层培养自行车好手。上个礼拜我去参加我们大园后厝国小6年级小朋友他们环台骑脚踏车的起航典礼，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说，从小学时候开始培养骑脚踏车的能力、体力、安全的这种观念，然后毕业的时候，6年级毕业的时候，全台环岛超过1000公里，小学开始到国中一直上来，我们桃园对于培养我们自由车选手真的是不遗余力，而且已经非常有成绩了。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是一年一度的全台自由车盛会，在关注选手表现的同时，也是城市行销的最好时机。记者林德操采访报道。为了促进里民的身体健康，新竹市普贤里的里长蔡宣业发起了跳舞班，晚上聚集民众在圣安宫前广场跳舞。蔡宣业本来就能歌善舞，带着伯伯阿姨们跳舞，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而且自从参加跳舞班之后，李明也觉得赞许有加，跳舞让身体血液循环更好，身体也更加暖和了。晚上时刻，圣安宫前面的广场，一群李明跟着音乐扭腰摆臀，挥挥手，动动腿，气氛愉悦又轻松。这是新竹市普贤里里长蔡宣业发起的跳舞班，并且由他来担任上课的老师，带着李明做运动，希望用热情感染所有的阿姨跟伯伯们。因为长辈们其实很喜欢动，然后也很喜欢听音乐，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为什么不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就选在这个空地上，因为灯也很亮，路很平，然后大家就一起集合来跳舞，然后跳舞之余呢也可以聊聊天，互相关心这样子，所以希望呢可以增进我们普贤里里民的交流，还有大家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好。年轻的蔡宣业去年才选上了普贤里的里长，本来就能歌善舞的他，带着里民运动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困难，更何况又可以促进社区里民的互动，里民们也都赞许有加，开心的直说运动让身体变更好，这样子很好啊，大家都运动对身体很好啊，对不对？老人家要运动 啊，不然你每天都在看电视，对不对？跳完感觉怎么样？很好，很好，好累哦，很好，好流汗流一流。这里说什么？精神很好，对，大家都精神很好。大哥说什么？要活就要动。跳舞班成立没有多久，不少里民们就已经开始期待过来上课，还会主动跟蔡宣业询问上课的时间跟场次，大家越来越乐在其中。
通常呢是二三十位，今天算比较少，因为天气稍冷一些，有的人有请假。那我觉得呢，就是大家跳的时候都会很开心，有的李明都会录音给我听说，啊，你电话跳舞就欢喜耶，啊，拜是什么时阵？然后呢，也有就是录影给我看的，我就觉得哦，其实大家一起这样聚在一起，互相分享交流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但一个人经常会懒得运动，如果可以大家一起呼朋引伴，枯燥的运动就会变成有趣的社交活动，就更容易养成持之以恒的运动习惯。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新竹市立动物园有两只老虎明星，但去年底老虎来福因为年老多病，动物园评估后为其进行安乐死，也因此动物园目前只剩下一只老虎独自生活。动物园表示，六福的身体健康良好，兽医团队会全力照顾，希望让六福能持续陪伴新竹市的大小朋友，也让六福在动物园养老善终。游客来到动物园，兴奋地要拜访老虎明星六福跟来福，不过却只见到六福懒洋洋地躺在阴影处休息，不见另外一只老虎来福的身影。其实来福去年已经因为年老多病，园方为他安乐死，让他在安详中离开世界。那十二月初我们就发现，其实他状况越来越差，我们判断依照我们医学专业的判断，其实他以现在医学来看，他应该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恢复健康了。然后因为躺卧时间加长，那呼吸也不顺，然后会有褥疮的产生，所以我们才决定说他这么痛苦。而且那时候到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同仁是兽医师，每天把他打两次点滴哦，让他补充能量哦。然后牛肉是直接喂给他吃的，嘿，让他这样子。但是因为这样的照顾，同仁花费很多心思。然后像兽医可能已经一两个月没有休息，就是为了照顾他，然后又花那么多时间来照顾，可是发现他真的没办法再恢复好，没有办法好转，所以阿汤看他又那么不舒服，所以才决定在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来执行安乐死，让他好好的走这样子。两只老虎在动物园生活长达十七年，这段时间跟动保员培养了深厚的感情。但是十七岁的老虎等于人类的八十岁，高龄加上疾病，迎来生命的终点也是不得已。虽然以后只剩下他的兄弟六福在动物园独居，但园方不打算为他找新的伙伴，因为老虎是独居的动物，如果要适应新的老虎，恐怕会更加困难。那未来针对动物的状况，其实因为老虎原本就独居动物，那我们在这件事也有考量过。然后因为如果再引进一只或让来六福哥哥来作伴，其实成功的机会我们评估是不大的，因为有可能会打斗，而且他们不是从小一起相处长大的，那个受伤应该会蛮严重的啊。而且来六福我们照顾了十七年，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好，我们好好把他照顾到照顾这样子，继续把他照顾好这样子。经过两个多月的评估，六福目前的身体状况良好，情绪也很稳定跟适应，独自生活应该没有问题。未来动物园一样会尽全力照顾他，希望他可以持续跟民众见面，也可以在新竹市立动物园养老善终。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石门水库风光明媚，每到假日就吸引许多游客休憩游玩。日前，委外厂商将入园改电子感应收费，价格也调涨，加上假日塞车，引发不少民怨。目前，桃园市政府已经证实水库终止委外入园收费业务，也移回北水局。目前和北水局针对园区收费模式和车辆进出园区动线管制讨论当中。石门水库园区是桃园热门观光景点之一，由管理局委外发包营运，入园改电子感应收费，假日又会塞车，引发不少民怨。议员就认为，收费调涨后，园区建设没有相对的提升，观光诱因非常不足。与市府是否续约或是终止合约，并不是民众关心的议题，民众重视的是出入园收费机制是否友善，以及对于我们的收费机制造成园区的出入口及周边道路的一个大塞车，园区内的商圈没落，没有商机，也不见当地的农特产行销等，才是居民与游客认为急需解决的地方。目前石门水库也未有餐饮服务，这也是游客
希望能够改善的部分。关于这个门票增加的50%呢，事实上不管是增加收费之后呢，势必要有几项的改变。第一个，包含的所有的服务的部分必须改变，那包含的环境的品质部分必须要改变。所以呢，在既没得吃又没有优化整个大环境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收门票的收费呢，势必是不为民众所接受。而针对北水局将执行什么水库水利发电工程和新竹联通管新建计划，工期大约10年。委外营运厂商认为，当初没有载明在投标合约内，评估整体经营将严重受到影响，提出终止园区营运合约，但仍然维持溪洲转运站游客中心的合作。本府与桃禧公司因北水局今年执行水利发电工程及新竹联通工程时间长达10年，桃禧公司评估将严重影响观光，提出终止石门水库营运业务，故经三方共商研议，自112年1月1日起终止石门水库营运业务，未来收费业务移回北水局主政，后续水库收费模式及车辆进出管制动线检讨，待管理局局长及北水局局长见面进行讨论。石门水库园区的部分，这个部分的收费系统将由我们北水局重新接手来进行收费工作。但是在短期内因为这个收费工作的系统的部分我们要重新建制，那因为过去的一些民众的一些反映的意见，我们希望能够建制比较好的一个系统，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扰，所以在短期内这个过渡期间我们用人工收费，可是长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会以电子收费，也就是自费收费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水库园区的一个收费的一个动作。营运厂商和管理局终止合约后，北水局将重新接手收费工作，也表示短期内先采用人工收费，未来将重新建置新的电子智慧收费系统，也会针对车辆进出园区动线管制进行检讨。记者董宇飞大溪采访报道。医疗器材的进步缩短患者的手术时间，同时也是减少患者的不适感。一家医疗器材业者深耕医材开发，在竹北成立工厂，同时多项产品也获得国际认证。医疗器材不断研究开发，最终受惠者就是民众。一家医疗器材业者深耕医材多年，近期在竹北成立工厂，携手县市园区厂商，以 MIT 的软硬实力进军国际。制造相关的技术呢，那这就是我们的专业。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对于通路和这个行销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协助他在这上面去做发展。那所有的这边的这5项的产品呢，都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那这些产品呢，我敢讲的大概都是全世界最新最好的。那也经过我们和这个开发者千锤百炼，那再加上我们现在跟医院的关系都经过妥善的安排和认证，所以我们的制造呢，不是说一般这个搞个工厂制造，我们就是要制造就要到一个 GMP 的工厂啊，去做高规格的、这高品质的要求。老年人口不断攀升，业者针对患者长期卧床，开发智能排泄处理设备，还有可绕式内视镜等器材，都是加惠患者以及照护的家人。传统我们在家里啊，可能一天这种十人人口一天要用6到8片尿布，也就是说看护者至少每2个小时要检查一遍。我们目前的设计是一天可用12小时，也就是说看护大概也可以4个小时去检查一次，以往大概是2个小时检查一次，同时还要做清洁跟洗澡。好，那我们现在这样改变的话，他大概一天只要看3次，最后一次12小时后去做一些废水的清洁、身体的擦拭即可。第一个二维的是用在泌尿道，泌尿道手术使用的，这不是我们很厉害的产品，但是它两个事情，台湾没有台湾制造的，台湾现在使用的全部都是大陆产品跟美国产品，我们希望可以在当地制造，使得一般民众可以用我们台湾制造的产品，同时也把这个 cost 降低。过往的颅内手术，它使用的器械是5花8门的，一个医生可能要同时操作3到4个手术器械，才有办法处理这样的手术，也会有造成一些困扰，就是他看不清楚，比如说出血点或血栓的地方。我们借由这样内视镜的应用，并且使用到 3D 的技术，
让他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并且把刚才讲到三到四个手术器械整合成 all in one， 我们只要有一个机械就可以做这个操作了。业者在医疗科技上涵盖了临床试验、原型开发、OEM、ODN 等服务，部分产品也在竹北生产，打造立足台湾、扎根亚洲、布局全球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桃园市政府推动大园内海产业园区开发计划，依照规定在当地举办公听会，反对开发的民众到场拉起白布条抗议，大呼要拒绝黑心开发，送上陈情书表达反对意见。市府经发局则回应表示会广纳正反意见后再对开发计划进行评估调整。市府举办大园内海产业园区开发计划公听会，范围为紧邻台61线的内海国小东侧约28公顷的土地，部分人地可能面临变成工业区的情形，反对开发民众到场抗议表达反对意见。大园这附近的工业区实在是太多太多，包括这个航空城的产业专区都在开发，也都还没有厂商进驻。那这一块农地本身它跟这个所谓的喜厝港的这个湿地的国家湿地是比邻的，还有这个海岸线是，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生态跟环境的永续是非常重要的。阿湾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嘛，土地农地房子都在这里嘛，还有一个那么温暖的学校在这里，如果给财团来这边开发的话，那我们这个一个温暖的学校哈，就会打扰到学生的小孩子啊。那现在就土地那边就好好的，不会想说开发发展比较大吗？也没有什么作用啊。怎么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作用啊。送上陈情书，希望市府可以再多加听取意见，重新评估引进产业对于当地的破坏或是污染都要重新规划，并且与当地居民再次沟通。市府说明会再听取各方意见，重新调整。我们为了这个发展风电，还有这个再生能源、氢能等等的一个产业，那规划以低污染的方式在内海的这个园区来做开发。那这个地方未来也是国道2号延伸到这个台61的交叉口，交通很便利。那另外以现在目前的一个环评要求的一个标准那我们一定在这个环评审查的过程当中，会针对降低周边环境影响的一个策略来这个提出。那另外我们在今天的公听会是第一场，那我们也会去倾听民意，如果有这个民众有表达相关的意见，我们一定会纳入参考。那如果有这个民众真的表达这个参与或不参与的意愿的部分，我们也都会纳入考量。不论是支持或是反对的意见，都将是市府评估或者调整开发计划的依据。对于公益性以及必要性的争议，也待后续市府的规划与处理。记者林仁峰大园场报道。明星科技大学与 The One 企业进行品牌创价学程签约仪式，由校长刘国伟和执行长刘邦初共同签署合作 MOU。这项合作案将开启产学合作的创新模式。学校和企业签署合作大多属于人力服务的工作，近期明星科技大学和南院合作签署 MOU， 展开品牌创价学程3年产学合作计划。真正产学合作过去的我觉得是把学校的学生当人力在运用，这我觉得是业界普遍的状况，可是实际状况是真正学这些相关服务产业、休闲产业的学生最后的就职率是非常低，所以我们很高兴跟明星大学合作，因为他们很相信就是说就学的最后一里其实是就业的第一里。那德万其实在做经营这个旅宿产业的时候，我们不是像一般的度假或者是饭店的概念去想，我们其实在做的是一个创价。明星科技大学在校长刘国伟就任之后，就积极推展大四实习一年的政策，希望学生到明星就学及就业。跟着南园这样走，它是创造人生的价值跟餐饮的价值。我觉得由从业者，就像日本的职人一样，它是专业的职人，让职人来创造这个食品、这个产品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会是未来技职教育的，甚至高等教育的一个未来。
双方合作的品牌创价学程预计有24个学分，包含大四一年的18个实习学分、6个自主实习学分，毕业后进入职场2年正职培训，整个学程实习加就业一共3年的时间。实习期间比照正职员工各项进修福利，实习和正职薪资也较同业优渥。感觉非常好，因为其实大概可以到直接就业的程度了。像四年级实习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实习半年呢，其实已经接近就业的程度了，所以其实你可能再回学校享受一下学生时光半年，接下来你还可以再次回来这边继续实习，那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比在学校就是听老师用讲的会来得好一点，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过会比较容易学进去啦，对，学成自己的东西。觉得毕业及就业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对。比如说，就是不会说一毕业然后找不到工作，然后就会可能有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吧。那你来这里学到哪些东西可以跟我分享？像就是厨艺方面，就是可能摆盘啊或是煎炒煮炸之类的。学校和企业签署合作，学生在企业实习还能比照正职人员培训福利等等。根据明星科大统计，十年来就有8位休闲系的学生到南院就业实习，留职比例都相当的高。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学生孩子的眼睛，都会买一盏台灯给学生，帮忙照亮书本上的文字。不过，清大教授周卓辉就指出，台灯不是明亮就好，色温跟光通量都要注意。至于怎么辨别呢？他建议可以仔细看台灯上面的数据，再跟周卓辉提供的一张表格做查询，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快速知道台灯的照明安全时间有多长。一盏台灯安全的看书时间有多久，而且不会对眼睛造成负担？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周卓辉表示，方法很简单，只要仔细查看台灯的规格，再对照一张简易表格，马上就可以知道这盏台灯适合的照明时间有多久。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用一分钟就可以知道你孩子的台灯，你桌上的台灯可以看多久。以前是要借重仪器嘛，那现在是不用仪器，你只要查表就可以查得出来。譬如说，如果你用的是白光，纯白光6000K， 然后600个流明，可以看多久？15分钟。不是说太亮不能看，就是看的时间太短。这有点像是说食物盐巴比较多是比较容易开胃，可是就是不能吃太多，这个原理应该很清楚。如果进行简单的实验，在白光的台灯照明下，眼睛看不到30分钟就会觉得疲劳，如果是黄光的台灯，眼睛则相对的舒服。两相对照之下，哪一盏台灯更适合长时间照明阅读，答案就很清楚了。所有的家长要有这个知识，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年轻学生他们的眼睛坏掉都是因为父母亲很严苛，要他们把灯开很亮，他们明明就说看得见，父母亲就说那你这个顶上灯再给我打开。我们就说嘛，那个好意带人下地狱，所以希望我们的好意是真实的，那要建立在这个正确的知识上面。自从采用无蓝汉的烛光来阅读以后，学生家长施淑婷也感觉到明显的不一样，书本上的反光比较少，比较不刺眼。因为认同周教授的概念，因此特别现身说法，一起来推广使用好光的运动。其实后来认识周教授之后，我自己是有调整一下自己家里的光源啊，然后也是刚刚有去外面买到那1800K 的一个光源。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就是第一个，他可以增加他自己的，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他可以增加他自己心情的一个稳定度，对，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小朋友嘛，就是比较躁郁一点。对，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伤眼睛。那变成说你在看书的时候，它其实会造成就是说我们自己书面的一个反光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那样会蛮刺眼的。那我觉得小朋友如果说他长期这样子的伤眼睛的状况之下，其实像造成我们台湾现在近视的比例越来越高，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根据表格数据指出，白光台灯普遍时间比较短，黄光则是可以延长1至2个小时以上。因此，周慧认为选择安全与舒适的照明台灯，可以让阅读时间变长，眼睛的负担变小，自然也会减少眼部疾病发生的几率。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
桃园市高中高职博览会在上周末桃园巨蛋盛大展开，现场邀请40多所学校来设摊，开幕当天吸引许多家长学生前往参加，看看各学校的特色，寻找合适的学校。市长张善政也出席活动现场，鼓励学子。今年度的高中高职博览会以数位科技创新永续为主轴，结合41所公司立各高中职专科学校以及马祖高中、中正预校等学校来设摊，希望学生可以透过博览会了解各高中职科系特色，选择适合自己就学方向。今天扮演的是教育的领航者，和我们的刘局长和我们的万委员，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是我们桃园教育界的大事，每一年这两天我们高中高职各个学校展现出他们平常精心办学的特色品质，把他们的这些特色展现出来，让我们正要升高中的这些国中生们可以在这两天里面感受一下他们将来的未来的这种前程规划、专业领域的规划，什么样的领域最适合他们的发展，和家长一起，和学校一起，把他们未来的这种前程都能够规划好，让他们一辈子都能够有一个适才适所的教育环境。这次博览会在会场中央也设置了10座情境作业场地，规划参旅群、家政群等特色情境10座，邀请学生以及家长实际体验。我想每一位国中同学现在要升高中的时候，当然都会想到说这辈子将来要朝哪一个方向发展。我要鼓励我们的国中生朋友们，你们一方面考量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能力，二方面要大胆的去跨出下一步，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缚俗，自己的专长和能力适合哪一个方面，好好的走下去，好好的打拼，一定会有所发展，不用担心。教育局表示，希望借由每年一次的高中高职博览会，提供桃园市国中学生升学适性选择资讯，让学生和家长了解各学校的特色以及办学的理念，让学生能更加了解自己，规划自己未来的学习方向。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以上是本周的桃竹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